完了啊，老哥嘞，老哥干你娘，老哥嘞，靠腰了啊，老哥嘞，他得要重开机了啦 ，Oh my god， 啊，怎么有人一面拍拍自己不见？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 Z， 欢迎来到一键二一系列。在我们开始之前呢，如果各位是喜欢我一键二系列，请记得帮我按个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按喜欢。最近有个方法可以帮我们黑羽赖手发扬光大，怎么发扬光大？大家如果是用手机看我频道的话，有些人应该已经更新了，就是会有一个乐推功能，大家多帮我点乐推，我就有机会可以上乐推，然后就可以再分享给各位这样子。所以各位观众别忘记点喜欢，然后点个乐推这样子。那就有机会可以把黑羽推出去哦。那各位观众，我今天干嘛呢？丹宝跟我说 1.21 又改一下，有所谓的不祥之品，不祥之品喝了就会发动突袭。那以往的话其实是打赢那个幻魔者吗，好像就会有突袭这样子，但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是只要喝上不祥之品就可以召唤突袭，所以等于是我随时都可以召唤突袭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挑战什么？我们要挑战在秋风家开突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家最多村民，没错，嘿嘿嘿嘿，这个就是我的恶意，嘿嘿嘿嘿，我也没炸他家嘛，对不对？我只是在他家开突袭。然后今天的话会有 Alan、喵哥、汪汪、小哀跟三毛会都会一起参与打这场突袭这样子。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订阅以及喜欢。在这边宣传一下，我这个频道目前看我影片的还有 70% 是新观众，那大家记得帮我按个订阅。黑羽赖手频道在年底前，我目标就是想要突破10万订阅。那如果突破10万订阅的话，我就会开一个专属于就是黑羽赖手的伺服器，然后以及还会开一个20小时麦块的直播企划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事不宜迟，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。那先拜拜啊，先去拜拜，先去拜拜，走，我们先去拜拜，我先去拜拜，我拿个竹子当香、啊、在下面拜就好了，你不能跟观音平起平坐啊。哦，是啊，好，拜拜。倒数后我就开喝，好啊，喝了有吗？好、啊，开喝，喝了，我喝了，23秒后。因为突袭这个东西，破人发现这个东西可以拿来刷那个刷绿宝石，他这样一改 1.21 以后，那些突袭塔全部失效，你没有办法再用突袭来刷绿宝石。哦，可惜。他们要来了，他们要来了，让我吹喇叭。倒是没看到。哎呦，我听到了、欸、这是我吹的，好呀，没看到哎、欸，解亮，但没看到，真的没看到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走到走到下面，在下面，在下面，在下面，这里，在这里，哎、欸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这里，这里，下面，下面，这里，这里洞穴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有洞穴，这就是我说他们会生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，哎、哦，你也怎么全部都在这边啊？在那个峡谷、啊，超远的，哎、欸，这边，我发现他们这里有那个天然地形优势哎。在哪里啊？靠腰，在地底，在地底下啦，哦呦 ，Oh my god， 我快越掉越远了。我在这里面啊，有第二波，第二波，那图写是躲猫猫，因为他们是会生成在附近，应该这样讲，我们这个村庄的范围很大，好像没有什么难度哎、欸，一次喝四瓶的，没有，我觉得是因为这边那个地形太复杂了，就是没有一坨跑过来的感觉啊，哦，找在我这里，我到外面哎、欸，好像还好哎、欸，好像还好哎、欸，他们都没进来哎、欸，他们都没有进去啊，连村庄都没有踏进去过哎、欸，这一次在哪里？一样在他妈的，哦，有这一整波，这一整波给你，有 ，Go Go Go， 各位 Go， 哎，加油！来，有人上去了，欸、有人上去，有人上，哎、欸，有点痛，拿斧头头打超痛。哎、欸，左边，你看地图超多，有干超多，超多，有，哎、欸，好像有难度了呢。好像有难度了，哎、欸，有那好像有难度了呢。我帮你加油，我帮你加油，啵啵啵，你又死了没啊？哎、欸，完了。啊、老哥嘞，老哥干你娘，老哥嘞，靠腰嘞，啊、老哥嘞，他得要重开机了啦 ，Oh my god！ 啊，怎么有人一面拍拍自己不见？老哥嘞，哎、欸，我东西超多的，我断线，我把捡到的东西都放中间这里，有点痛，真的有点痛，真的有点痛，怎么有在起？哎、欸，那个，哦，那个不会消失哦，我那个啊，我断线，我刚刚录的画面没了，靠背，我要前面要给你们拿。你断线，然后你都画面没了，那、啊、你超烂的，你真的超烂。对啊，我刚刚是电脑直接黑屏。那这样子 ，Alan 的村民到底牺牲算什么？有牺牲吗？有啊，死一只啊。然后艾慕亚死好多次啦！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艾慕亚死超多次，艾慕亚死大概死两次还是三次？对啊，还有。哦，刚刚那一波这么硬啊！哦哇！啊，我是只要一危险我就直接飞走了。那你是很卑鄙耶！我很会跑哦。我直接被打出界。我看一下在哪里？那个、外面吗？在下面。A 的村民死了一只，死了一只，被害的。没事，牺牲很小。这边换魔者耶，哪里还有？怎么都没看到？我看一下。然后其实女巫不用，女巫可以最后杀，因为女巫她其实只会帮那个，她不会攻击，女巫只会负责帮人补血而已。女巫没啥必用啊。可是他妈这是这只他妈是山羊是不是啊？怎么在山壁上啊？好有几波了？
好像打不完，好像有点强哎、欸。刚刚前面还在说，他们还说我不能打，我打了会那个，打了会太简单。强哎、欸，那个影片的效果只有人打到断线而已。对我傻眼，我之后会塞你们的直播记录。艾莫雅怎么又死啦？啊，这么快？里面有人吗？那个、啊，他把图腾打出来了，图腾效果出来了。为什么？我操！哦，这个很强哦，这个很强！我操！他只追我！哎，放下！没有办法帮哦，没有办法帮哦，因为我想要看你死，我没有办法帮哦。我是不会死的，搞定！换脖子！很想要，你加油！他妈，我要吃那个，可恶！你没有打他吧？我刚用弓箭射，我刚说我没有打艾慕雅啦。那个什么，哎呀，刚复活被谁吃掉？好 ，Allen， 怎么没有人死了？哦，对不起，把 Allen 的死亡打出来哦！不是，他先死，我才打出来的这样子。还有呢？还有啊，有八波呢。现在到底第几波了？现在是不是才第五波还是第四波而已啊？忽然觉得好像有点难哦。突然觉得好像真的有点难度呢。家里没有，那还有几只在哪里啊？右下角哦，你们那边是不是？是有点强哎，四级的有点强。我就射了两次而已，还好，而且他们没有被我射死。进来了！不好！冤痛！我后悔啊！我死了！完了！这开始一个不好循环了。等下我先捡。先撤，先旁边穿装。我要死！有村民死掉吗？有村民死掉吗？回来了，复活了。其实我真的很强哎、欸，你看，我只要一个情势不对，我就是赶快跑哎、欸。这算真的很强，真的很强。我很会绕干，就是我的战斗经验。等下，我、哦、在北边啊，在那个在西边。哦，那小智很烦。那小智不用打，小智没有算。可是小智会打人啊，很痛啊。哎呀，头上八字啊，多加一。哪里？啊！怎么有天地？哦，那是假的。哦，有了！耶、yeah, ，恭喜！哦，有了，对啊！我们死伤惨重哦。谢谢大家。啊、回去，我先回去拿烟火。哎、欸，没差，你就给他剩下就好了。反正那个烟火，我已经给他我剩下了，我剩下只有16个，超少。OK， 看一下秋风家。有死多少村民？你问一下阿伦，请阿伦总结一下。好像问一下阿伦，阿伦可以帮我总结一下死多少村民吗？你要给他抚恤金啊，就是死多少村民，然后要给他什么东西这样，你要给他抚恤金啊。一只，那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那我感受到这个的难处了，不是我和三毛两个人可以搞定的。感觉我可以搞定哎、欸，不行啊，我没死哎、欸，但是没有其他人，我一个打带跑。就是你们，他们追着你跑、啊、然后我开始打，这样给他多点，给他一组，我也给他一组。挖农田的两只，所以有三只，还是只挖农田的？不想制造，不要给他不想制造啊！你还要吗？我还有啊，我还要，都给我，还有你看，都给我。啊，你偷偷喝，不要被发现哦。你说现在偷偷喝吗？不要吧，我现在精英，没有人知道我们偷偷喝，等下我现在精英。不要啦，不要偷偷喝。啊，没有啦。你去睡一下。我真的要笑死哎、欸！不会啦，我觉得很棒啦。自动小麦鸡村民挂了。对，挂了两只。我的两只都死了。那个、啊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。那个我们干他妈！你前面可没有录到啊，没差。前面我会用你和艾慕雅片段里面还有直播。那个你前面根本没有录到，没差，我可以用你的直播啊，你有。哦，好吧。对。那个打折是只有35分钟哎、欸。对啊，所以你要快买啊。哦，进来了，好吧。好，那感谢大家就是收看我们今天就是一念二意的恶意，在秋风家直接喝不祥之品会发生什么事？死了三只村民，完了。我是 MVP 吗？我没有死，我是 MVP 吗？我看一下我谁死了。哎、欸，但是你一直逃。怎么逃？那叫战术性撤退啊！怎么逃？你一直逃。我不撤退，我会活着吗？对不对？而且撤退啊，说啥呢？而且你一直逃以外，你还那个，你是用模组可以直接换翅膀，所以才可以那么快的跑掉。那是确实。那我好吧，我开外挂了。对，没错，不然的话你应该会跟我一样，因为刚刚真的是会来不及飞走。不会，真的不会。我有自信，没有我很强。好，那家里单挑不开翅膀这样子。好，奖品是我提供的呢。确实，有三毛提供奖品，大家记得捐三毛。找了一个多小时的奖品，我观众还追我说你找这么久，结果他妈给一个女生这样子呢，哭了，忍受这种言语羞辱呢。哇，被羞辱了。真的可怜，我现在前面没录到。各位观众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恶意系列。那在这边也感谢 Allen、汪汪、喵哥、艾慕雅、三毛，差不多全四五七的人，现在在线上的都在现场了。对，然后帮我打这个突袭，而且重点是我自己
中间还有一波整个跳掉，因为我前面其实我前面有一段直接我电脑直接黑屏，然后忽然有一只超大只冲过来，然后我直接黑屏啊，所以导致我后来就死掉这样子。发现真的很强，那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说想要看我把不想吃屏放在谁家的。然后今天这部影片突破10000观看才会有下一集，不行20000观看，我觉得这个不能乱玩的。但是如果突破20000观看，我们就下方随便一个人抽一个人出来，然后就去他家这样子。OK， 我这里还有2罐。好了，观众，如果喜欢今天的话，在下方其实喜欢，那记得订阅今天的大家，没错，一定恶意的复仇者联盟啊！记得追我跟 P 按照我粉丝团追踪是 Great， 大家别忘记去看其他的一定恶意系列，或者是看其他的像我海贼王生存等等之类，可以记得去看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